大家有没有看到？我们现在已经在紧急的为大家要出货了。我们这件重磅的刷毛耐寒冲锋衣呢，现在已经全面又重新到货了。然后大家可以看到，就是小帮手现在已经都整理的差不多了，有些要准备要出货了。然后这件到底有多好呢？大家来看一下，我们这个外面的材质一样是防泼水的，就是你雨天骑车什么之类的不用怕湿到里面去。然后它很多的一些细节，像是这个防水的反光条，那你在放东西的时候也可以，就是让对面来车可以看到，就是增加安全性。然后两边的这个大口袋非常的实用，对，放手机放钱包都很好放。然后重点是它里面的这个重磅刷毛，大家有没有看到里面这个绒毛是非常的柔软的，非常舒服，而且里面还是一样有附这个暗袋的部分，这边也有暗袋。后面的这个帽子啊，也是里面也是有内刷毛，然后它是可拆式的，所以就是不用帽子的话就可以拆掉，非常的方便。非常便宜的价钱给大家，就是一件是699，然后两件是1280，总共有5个颜色，然后尺寸是 M 号到 4XL， 所以男女都可以找到你们自己适合的这个尺寸。我们看到后面就要出货了，然后就是喜欢的话赶快去下单，马上就可以收到咯，拜拜。